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出来活动活动，跑得会更快。 你们先聊，我先进去了。苏姨娘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还要我求你吗？苏半渡。诺。 和你们一起去，不行，你还有别的职责。你到村子里面去找找，看有没有可以上山的马。过几日，我们还是要进青云岭找三匹马。马就一定要现在找吗？一定。我不开。 那你给我个理由，为什么我和苏姑娘不能单独在一起？你想单独跟谁在一起是你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可我总得护卫你周全，这村子并不简单，还需处处小心。既然你想做护卫。 你的伤势要是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就尽快离开这个村子，这儿不安全。苏雨宁，听说你5岁就能即兴作诗，不如你现在做一首诗送给我。 粘条，张曲器，翠叶。 冠寒霜，众泪亦云梦，虚心能自持。
你说的是竹吗？我像竹子吗？殿下谦谦公子，自重修为，不争亦不让，既能随风起舞，又风骨自持，当真是修主一样。苏雨宁，你说话小心点，你想让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吗？韩江，你怎么对苏姑娘这么凶啊？我倒是觉得她说得很好，很像我。你们这些死读书的真能吹，什么一争一不争的。我告诉你，到他想争的时候正凶着呢。不该争的我不争，不该让的我也不会让。苏雨宁，那你也帮我写一首诗。欲置红袍下，江湖鸟众生，只可称虎目，举世任横行。称虎目，听到没有？还是我霸气。这不是螃蟹吗？这是螃蟹吗？殿下猜对了。我倒是很喜欢螃蟹，总喜欢保护人的样子。这样的，总喜欢保护人家。苏雨娘，你相信你的性命所盼吗？说你生下来就注定是皇后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信我就为你去争天下，不信我就和你守一方。陆殿下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跟有些人相比，我能给你一生安稳。跟我走吧。谁啊？韩江，怎么了？村里出了怪事。什么事？苏嬷嬷和王东都不见了。没准儿一早出去了吧？我去过尹婆婆家里面，尹婆婆家也没有人。其他地方你都看过了？都找过了，到处都没有人。有人吗？快回去收拾东西，我们立刻离开这个村子。我去通知慕云露。
你走这边，先回天喜。不行，直接进青玉岭。我一定要找到那个东西的下落，送给父皇，让他高兴高兴。什么东西那么重要？你还记得你挖到的那个小球吗？记得，里面是穿过玉玺的下落。地图已经掉了，就别惦记。我记下来了。不过，这份地图是由密文绘制，只有龙渊阁当中的密文书才能够把它解译。所以，翠宁，你在这等我。那个时候，有人跟我说你在山上等我，我跑去找你，结果到了那儿，却被推下了山。那么高的山，我却掉到了地洞里面。当时受了惊吓，脑子有些晕，只知道是地下。醒来发现有人救了我。谁救了你？这个我不能说。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可是我答应了人家，不把他们的事情告诉任何人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对别人说过。就算是对你。当年围猎的山地属于越州青鱼岭的东南部，如果算直线距离，离我们这儿也不远。跟人家好好说话的。